头发是这样。嗨，大家好。现在，天啊，现在家里是14度嘛 ？Hello， 有什么问题？超冷！我现在我开暖气，然后上面显示14度。难怪，为什么我家那么冷啊？家里不通常都会比较保暖吗？比较温暖，为何？难怪我每天，我昨天晚上在家里是整个是快要死掉的状态，然后就狂喝热水，因为我真的冷到快死掉。哎呀，肩膀的不太好哎，肩膀啊，冷空气出不去。对啊，竟然是14度，我现在上升到15度了，真的是啊！明天会暖一点，真的只有一点。唉，没关系，明天有暖就好，因为我明天要出门，反正不能待在家里，虽然家里也没有暖到哪里去，不过还是暖一点好。现在27度，为什么？怎么那么好？Hello， 太一志宏，今天也好冷，对啊，家里一样冷，对。开暖，开了，我开了，我开了。啊、哦，开暖气的声。啊，我现在调暖气调到24度，但是现在还在15度。每天开空调，暖气吗？啊，把湿气关掉哦。等等，要降到10几，好可怕！你知道我昨天真的是冷到一个我无法一直在进食。冬天会胖，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上礼拜我就是因为跨年完太难过了，因为我自己太胖了，所以我就一整礼拜没有吃东西。但是 reset 完，我就觉得哦，不行，我好饿啊。于是我就发现，哎、欸，我好像要吃东西，我好饿、喔，然后就一直吃，然后结果这几天越来越冷，然后就 好冷，然后就一直吃，一直吃，我就一直在喝汤，喝热汤，虽然热量没有很高，可是就真的是一直吃，吃到肚子很不舒服。冬天会比夏天增加一些莫名其妙的热量，像是我明明就不太。就是冬天可以少掉那大概100大卡的糖吧，跑来跑去运动，跟你讲，天气冷运动会喘不过气，天气冷运动超不舒服的、欸，像我们那个 reset 彩排的时候超可怕 ，reset 彩排的时候我们跳完前面4首就已经快死掉了，真的是快死掉了，我第一次。体会到 reset 前面4首那么累，真的是第一次，真的是第一次。在家里还是冷啊，家里才4度哎、欸，完全无法动，没办法动，呼吸的时候气管不舒服。不知道哎、欸，我那时候真的是，我们彩排的时候大家全部都累到很傻眼，因为第一次那么累。第一次雨赛彩排那么累，这样，然后想说，是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可能天气太冷吧，哦，好像有可能这样。肺部超痛，我没有，就是很累而已，就是
冷空气到喉咙，因为我们要唱歌，所以冷空气会到喉咙，所以这整个超不舒服。然后又要四首，前面四首都是累的，所以整个是没有力。然后那一天彩排完，我的手整个超酸，连后来去吃饭，我们后来去吃什么？就吃日式，然后就这样啃着我的鱼，边啃边说：“天哪，我手怎么那么酸呢、啊？”我到现在手还是酸的，就两只手，彩排完两只手超酸的，超好笑。加摄氏一度，真的超冷哎！它现在开了很久，现在哦，升了，变16度了，很棒。我在帮做那个暖气的转播，暖气温度转播，现在16度，哦，又变15度了，谢谢。为什么、啊？为什么它会变低？哦，又变16了，好。它刚从16跳到15，然后又变16，啊，又变15度了，是彩排啊。彩排完我手超酸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因为他说天气冷才会这样，然后我就想说不对啊，我跨年在外面更冷啊，可是没有完全不喘欸，我跨年在外面完全不喘欸，就是比自己在练习室练习的时候还比较喘，在外面跨年正式来家唱歌什么完全不喘，就不知道为什么。对啊，哦，那现在变16度了。窗户没有，窗户都没有在开的。天气会回温比较多，希望。嗯，来吃零食。这是我的薄荷的那个。摸到柠檬，你很有趣哦。比较怕热还是怕冷？我都怕、欸，我真的都很怕。小时候不怕冷，长大后很怕。我无法说什么辣妹没有冬天都是骗人的，我无法哎、欸。小时候是真的辣妹没有冬天。长大之后就发现哪里来的辣妹会没有冬天啊，冷死我了，真的很冷，我没办法为了穿得很辣而冷到我自己，我无法，除非工作。谢谢超哥的分享，谢谢人好送小浪花。然后怕热是因为我额头容易出汗。所以就不喜欢流汗。Hello Jenny， 谢谢刚才送的小浪花，说我们有啊，我把所有门都关起来，对温度很敏感。对，樱花热水器什么意思？啊，樱花热才不会忽冷，不会啊，我们家的不会忽冷。爱睡唔惊流鼻水。这是对的吧？是吧？这是这样子的。Hello， 王哲彦，嗨！谢谢龙君送的 love， 今天好可爱，谢谢。刚眼睛说法，跟你讲，那不是很，那没有很湿哎。你问问以前看过我以前 mini concert 那段时期的头发就知道了。我通常 mini concert 那段时期是因为是夏天。然后那时候
reset 就比较还好的 reset 的汗不会流那么多，因为前期是我有喷止汗剂在额头上啊，上次是我忘记喷，但是因为太冷了，所以没有流什么汗。对对，那个已经算还好了，真的还好。私下穿的活辣椒，我在那边发了发很久。哎，可是小时候真的不怕，小时候一年四季都穿短裤，可是真的不怕。现在完全不行，现在真的不行。以前什么13度、14度什么，有超过10度我都觉得还好。现在是那个19、20度，我就觉得哦，没有超过20度我就觉得很冷。那样真的还好。刚刚才回去看，真的流，哪有？那真的流不多、哦，那个汗已经很少了，那真的还很少了，真的。你真的要从 mini concert 那时候看我怎么流的就知道了。哦，说明你说明你想什么？对啊，那一汤桶是真的流的很多。八月那场是什么？我看一下。八月那场 ，FB 吗？我找一下啊，我把我 FB 丢去哪？我在这里，那桌清理一下桌面，然后发现我不知道这是哪里。我来找找，嗯，相片，是相片吗？很久以前欸，我来看看，嗯，这是什么时候？握手会不是。笑唱，我看看这是什么？嗯，哎，这是什么？哎，好清爽哦！十月的时候完全没流什么汗，那时候我喷止汗剂，所以没事。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对，那时候喷止汗剂，好好看哦。我看一下八月的时候，嗯，这也是十月的时候。对啊，十月的时候真的没流什么汗哎。十月的时候很好看。都没有流什么汗。好，来看没有止汗剂的时候，这场是因为这场我也忘记了，但是因为很冷，所以就没流什么汗。我看一下十月的时候，八月在哪儿 ？Mini concert， 哎，怎么也还好？那还好，看一下在哪。还好啊，八月也还好哎、欸。八月的时候长这样哎、欸，是不是还好？为什么？那时候是我想一下，那时候是怎样？那时候好像把里面刘海用蓬，所以不会直接粘到刘海，好像是那一场。对，八月的时候还好。那是什么时候？在前一场吗？我看一下在前一场长怎样。我来看看。在前一场，哦，这没有我。我刚找一下，想说，嗯，怎么没有我？然后就看到一个麻油。哦，对，那场我不在。
五月啊，五月，五月的时候，对，这时候，嗨，你看我刘海这边一条，就是我可怕的刘海，这边一条，那时候。对，就是这那时候去录节目，其实对，那时候是总决赛，那时候对，那时候是总决赛，跟韩比真的哪有，我们以前研究生场的时候，我们以前都在讲说，都在互坑啊，那时候，对啊，以前研究生场的时候真的是，哦，我要找更早以前的研究生场的时候，跟韩寒属于同类，你们忘记了吗？那时候，对，离赛公演是不是，目前只排到六月。对，就是我最崩溃的时候。这是哪天录影的？去年的，我忘记了。去年的，对，都是游泳队的，没错。对，研究生场，你们要看研究，让我找一下研究生场。看我跟韩寒，就其他人都很正常，就我跟韩寒刘海长成这样。刚好一个这边，然后一个在那边，很好笑哎。还有吗？对啊，你看我们两个刘海，其他人都很正常，其他人真的很正常。我在这，在这，有没有？大概就是这样。还很完胜吗？那好，没关系，很开心。什么啦？这时候输就很开心，这样。我刚吃那个，然后结果那个屑屑一堆，到处都是。所以我妈妈买的新的吸尘器到底来了没？好像还没。哦，她好像拿去送修了。所以啊，等一下我先把聚集起来，嘿，好，然后我还是去泡杯热茶好了，我好冷哦。他现在还在16度，他过那么久，我刚刚找后面找那么久了，还在16度，真的是，走吧，我们一起去泡茶。哦，没有，我忘记把我的那个热水器，哦，好，到100，那我来想一下，茶杯，现在茶杯就只有长这样子哦，没有再更好看的，应该有，可能不知道被收去哪，怎么开了，对啊，开了那么久才在16度，可能客厅太大。有吗？有没有带到哪里去啊？我确定我开的是暖气。我们家的杯子，这茶，我找到茶壶了，但是，当时我姐像泡药的，跟你说，我们家的杯子不能拿。拿了可能装了就都是药味，很可怕。欸，这是什么啊？突然看到我妈妈买的新的砧板，好可爱哦！好可爱！我突然看到，
巴，给你们看，好可爱哦。我突然看到，以前不长这样子的。嗯，那我拿什么来？还是我就拿凯蒂猫好了。好像真的没有什么，突然出做猪肉料理，他才不会处理猪肉哎、欸，没有杯子啊，奇怪。我再来探 ，Oh my god！ 我再来探索一下，结果一堆纸杯是想怎样？我看看，这真的没有，上面都是水壶，还有吗？哦。这是啥？没有没有都没有，嗯，这都是碗，好像这个没有哎、欸，奇怪，啊、哦、好冷啊好冷啊，不行啊，昨天用杯子我觉得太小了。珍妮佛是谁？应该买牛，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没用？我没有跟你讲。这个感觉一看就是没有用过，都是全新的感觉。你看，一点那个痕迹都没有，超光滑。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就是自己，他应该是新买的。昨天杯子洗好，可是我觉得太小，这样拿一直走来走去很麻烦。我打算用热的，然后冷掉之后加牛奶这样子，这样就刚刚好了。那我就用它好了，很好，在我讲话的同时它已经上升到97度了，我差不多可以装了。对，就凯蒂猫了。再跟你们介绍一下古典玫瑰园啊、哦、好香哦，我跟你讲，它打开就是浓浓的桃子味，真的很香，好香哦，天哪，它真的是我的最爱。不对哦，怎么那么脏？这是怎样？这怎么那么脏？它超脏的耶，我突然看到这凯蒂猫怎么那么脏？发生什么事情？没有洗就放回去吗？是吗？好可怕啊、哦！暖气97，不是啦，是那个热水。蜜桃茶真的很好喝。古典玫瑰园的，也、欸、真的是很脏哎、欸，我受不了，我直接开始洗碗。太脏了啦，什么意思？那这个没洗就放回去了。对，蜜桃茶真的很好。我怎么要开直播做家事？这是谁啊？好哦，差不多了。没有，还剩。哎呀！可能我……那这个我要把它沥干。我在哪？后面这个，那后面这个也应该也是放很久没有洗，嗯，我怕长灰尘，先用水用一下，我怕有灰尘。好，差不多。可可，啊，我放茶包，嗯，而且我们家杯子很多，这样耶。证明我妈可能忘记洗杯子了，然后就变很可怕。My God！ 好，先这样。它的
口有点太大。蜕变成贤惠担当的什么东西？好了，我泡好了，先这样吧。嘿，哎呦，出门好乱，都是妖怪。我们家真的不缺药的，哦，没有，蛮缺的，因为会被吃完。16度，它还在16度。算了。就等吧，好冷哦！啊，好冷哦！啊，好冷哦！哈喽，柠檬，好冷哦！救命啊，好冷哦！哈哈，咦？看一下。伦敦蜜桃茶，没错，就是它。伦敦蜜桃茶，它现在专柜有买二送一活动，没有没有，它有在散发它的暖气，只是可能空间太大，因为我们家还有个走廊，可能整个散发，空间有点大，就算门全关了，还是有那个走廊。刚喝冷饮，冷死了，甩手，不行，我刚泡完水，现在甩手有点冷，啊，这样甩可以 ，Oh my god， 冷哦，找条毯子来抱泡，叮叮当。很少喝热，没办法，我也很少喝热，但是到了冬天我就没办法。我夏天都喝微冰那种。烫，烫，烫死我了。没有暖的了，700天，好久、哦。700天。哎，算了。现在青无色的普通轿车可以用布帘浆，可是没有布帘，挂了布帘就不好看了。冰的那五天，对对，真的不健康。默默700天，这样是多久？一年半。叮叮当，叮叮当，哼哼哼哼。表示圣诞节过了，不能唱叮叮当。要唱什么？天哪！现在也要1月中了、欸、好快哦！卤素灯的暖灯，那是什么？广告，小台炉，我知道了，我把暖炉拉过来了。拉近一点可能会好一点，不然疼死我了。我把暖炉拉靠近我一点，应该就会好一点了。把我太热，突然就喝冰的，它会出哦？真的吗？对啊，我也觉得，我才刚跳完跨年而已，怎么就要中了？代表我快要回去学校，好烦呢。我最近正在忧虑上学这件事情，很可怕哎、欸，我觉得。老板上班都在用，然后你冷的，哎，你蹭不到吗？
开始害怕上学，开始害怕回去学校，该回去面对了。不知道耶，觉得很可怕。这么久，我今天眉毛有点掉了，是不是？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当学妹，好像是，因为我是直接修一年，所以就是大一下开始吧，我觉得，印象中。谢谢花生神龙树送的比心，64只小金啊！好想来直播变晚上开了，不知道，应该是到时候再看看，可以装嫩了。说大家好，我今年大一的，实际年龄是大二，但还可以说自己是大一，不错哎。寒假过后要变回晚，可是我也没有在晚播的啊，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也是3点开我印象中也是有啦，里面有刷毛，我里面还有穿一件。对啊，我以前也是下午开，没课的时候就开，因为我不喜欢在晚上开。对啊，可以选课啊。可没有，我们好像都必修。我们的那个学分真的都大部分都是必修，选修就那一点点。然后，那必修的课都已经帮你排好了，这样。没有，我们时间不太能调配，但是其实。因为我那时候大一上的时候就4、5都没什么课，然后都是就4、5没什么课，所以我都下午都我记得我都礼拜 4、礼拜 5下午开播啦。对，哪一间大学不是从大二开始练没有，我们大二也是，我看过了，我们大二也是那样，很长，我这是1天9点，1天3点多吧，应该是，学分精算师要付出了，没有跟你讲，大学就算是学分精算师，我也觉得好像不太够，这样。光是那个画画，我就已经，我很想，那个哎、欸，我很想那个，我很想那个，那叫什么？转学，转系，光那个画画我就觉得很烦了。我就是不会画画，我才选这个，竟然叫我要画画，真的是哦，头痛。花点时间练画画，不要。他其实主要是要交作品出来，但是我真的没有那个美国时间画那些作品。我可能就是找一个比较好过的老师。毕卡索的风格就很烦，我真的不喜欢。你要我坐在那边死读书3个小时，比起我会宁愿坐在那边死读书3个小时，我也不想画画。那画画的脑力激荡，然后还要都不一样的作品出来，我就觉得哦，没办法。
然后再跟老师乱讲就好。我不知道，听说有人这样子，然后就被老师骂。因为我自己个人呢，没有上过那一堂老师的课，我就是，我只上过第一堂，然后之后就没有再去上过，我都自动放假。那时候是礼拜五，然后礼拜五就只有三节那一堂课，然后我每次都自动放假，所以我礼拜五都没课。怎么可能有办法拿到学分？当然是零啊！而且我还忘记停休，然后就这样子一路休了。我真的忘记停休，他没有期末考，而期末考就是个展览，然后你要拿出你的作品去展览。啊，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我怎么可能会有作品？所以我直接没有啊。而且我下学期就。因为它是连着，所以我下学期就没有再上，所以就不干我的事了。而且我也是怕我那时候下学期会被二一这样，因为一定不会过。我下学期那时候完全没办法去上课，所以一定不会过，所以我就直接停掉，直接休学。空白服一服讲完了，那个不行，那个一定会完蛋。所以真的不是很想要回去上课呢，可怕、啊。我是双二一啦，可是我就。没不太有办法，双欸，两次二一就被退学，我还是先休学比较快。因为我跟你讲，我这一次二一啊，所以我再一次二一就不行欸，所以我还是先休学比较好。平时上课上的不想去。哦，唉。其实我有那种转校转学的念头，但是又想到我这样子还要重新准备考试，我又觉得很烦。就觉得 Oh my God， 可以先不要这样子，觉得很可怕。想去念什么？想去念就是工作相关的。校内没有那种系可以转。在职进修班老师会较宽容，这样子我学历就没了。这样子我学历就没了，因为我，对啊，算是演艺，我就是想要转，但就很想转国立的那种演艺相关的。可是这样子又要重新准备考试，我那时候，对啊，影视相关只能转校了。可是，学历还是有，不是啊，我是说学校的学历，就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好看了，因为至少我现在的看起来还挺好看的。所以就还是想要保留那个，如果我要转的话，也是转国立的演艺相关的，这样。可是要重新考试，我又觉得很麻烦，所以还是好吧，好好学。对，我原本想说台艺大拼拼看，可是又觉得要重新考，就有点。挺好看的、啊，画画也要画4年吧，
应该是没有，应该只画了一年吧，大概应该只需要画一年吧。我想一下，今年他们没有，对，今年我同学他们好像就没什么在画画了，所以应该是只画了一年。现在 TV 有很多高三生一起做，有吗？现在 TV 有很多高三生吗？感觉高二生比较多哎，高三生有吗？好冷哦，救命啊！可是我现在回去还是要画画啊。今年没有，好像没，好像不怎么有哎，我好像没有印象看到有人在读书。对啊，没有那个印象，像去年就是一家啊、佳丽啊，他们都在读书，今年就没什么有，感觉就没有啊。Hello， 西恩。对吧，今年没什么，想一想，没有啊，没有吧。然后结果如果有了很尴尬，对，好像没有，对不对？没有高，对，高二比较多印象中，因为今年我真的没有看到有人在读书的那种感觉。可以一起复习高二课程，不要，就是我在读高二的时候都没有复习高二课程了，真的是，我应该是直接一家，那个是期末考，那不一样，那是大学的期末考。他们现在都在为了期末考打拼啊，像那个蔡雅恩啊什么的。我看他读书读到快崩溃的感觉。对啊，最近大学期末考啊。哎呀，好冷哦，真的好冷哦，救命啊！哦，国语零吗？哦，真的假的？那、啊、他们好像没什么在读书，杰星也是吗？然、后他们不一样啊，就不是他们应该不是考学测吧，是考统测吧，应该是。加油加油！只能说读书的孩子们要加油。我真的很佩服他们哎、欸！你看，好像高中每一个期中考、期末考都要读书的话，那根本就是大概一年之中有四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读书嘞，这样很辛苦哎、欸，这真的很辛苦哎、欸。我就是高二、高一、高二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在读书，就给他过，这样，就给他过。好像我已经毕业了，我是高中毕业了，没错啊。我真的觉得高中生呢，除非要拼那个繁星计划，不然呢，平常段考不用读啦。读也没有用，除非是繁星。学测再读书就好了。我这样讲会不会被很多人打？就是活在人活在当下，就是要享受当下，玩乐开心，度过每一天。繁星名额很少啊，所以除非你是真的校内第一名、第二名、前十名的繁星，才有可能上公立高中啊。
啊，如果没有的话，那就直接去玩就好了。学测的话，我必须要为自己负责，所以学测还是需要读一下。有啊，有个三啊，主流。现在没有个人申请，有啊有啊有个人申请，在校不用看在校成绩啊，看学测就好了。在校成绩没什么好看的，我在校成绩都倒数了，还不是上了。哈哈哈！哎，你知道我那时候我超害怕的，因为我在校成绩真的是不能看。然后我那时候要去个人申请的时候，因为他要提供在校成绩，我就想说完蛋了，我在校成绩全部都是倒数了，怎么办？结果我个人申请成绩好像89分还91分哦，我忘记了，就很高啊，根本没有人在管在校成绩的啊，真的是。我很高分欸。没有，因为我学生成绩比较高，所以觉得这里。好了，也许这就是我没有上，差一点点上公立学校的，可能我那个成绩再好一点点就可以上国立了吧。我只差3分吧，好像印象中我差了3分，好难过，不过没关系。主要在看，没有，好像主要是看面试哎，还有那个资料，备审资料。印象中，我们好像很少在看在校成绩。我们班那时候上前面的时候，都很少在看在校成绩。晚上好，好的，志宏，拜拜，加油。好的。我看一下，我记得我上次有拿出我的那个学测备审资料出来，我找一下。我记得，我看一下，我记得我那时候真的是，啊，全部都是我弟的考卷是怎样？没有，这是我的考卷，为什么会在这？这是我的吗？哦，没有，这是我弟的。天哪，我弟的字也跟我太像了吧？没有，他中文跟我不像，但他的数字跟我很像。他中文真的是乱到一个很可怕，才跟我一点都不像。开始否认。不对啊啊！怎么都被我弟给淹没了？这是怎样？我东西，我东西去哪了 ？Oh my god！ 他到底？这里是怎样？好乱啊，好可怕哦！哟，他怎么把这里搞成这样的？所以说，我的背审到底去哪了？这是什么东西？是这个吗？好像不是这个，不过就拿起来看看吧。我找一下。哎呦，木木有种奄奄一息的感觉。没事，他在后面睡觉，他躺得很好。你说我弟的字吗？我弟的字真的是很可怕，乱七八糟。可他数字跟我很像，我刚看有一种吓到的感觉。我想说，这是我的字吗？不是吧？这是吗？哎，好像是我字哦，不对。然后上面看一下，哦，是我弟的名字，不是我的字。我弟长跟我超像的，烦哦。申请入学成绩那时候看过的，这是什么学生？哦，这是出版。嗯，这都第一版的，我记得有最后一版的，那我去哪？第一次学科能力模拟测试。哎，给你们看一下第一次的
第一次的那个模拟考，我来看一下。拜拜，志宏，仓鼠家探险中，没错，我家很乱的，东西摆一堆，一堆。我看一下，好惨啊！这是什么？选择题52分，是吗？这我有点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啊？我怎么看不太懂 ？PR， 我看到了，好好笑哦！我的上面没有写学校，反正我的高中你们都知道是哪一所高中了，没差啦。我看一下，第一次的模拟考有没有日期？2018年9月5号到9月6号。哎，总积分35分，超烂呢、欸！这什么班名次？我们班25个人，我24，超好笑！我班名次25，我24，校牌328，然后我是，为什么有两个校牌啊？252，总名次15596，我是9765。超好笑哎！第一次模考，第一次模考，然后国文在后标，英文均标。数学没有标，自然也没有标，社会均标，超好笑！这真的很好笑！我看还有没有，这太有趣了。我要看，我要拿我每一次的模拟考分数出来，我看一下。李憨憨是谁？憨憨吗？没有，跟你们说，这是我从完全没有读过书的时候，还是要看我的学测，谢谢。拜托，那时候憨憨还是来问我怎么读书的，真的是，他那时候要考高中的时候都问我怎么读书的，然后问我说我学校多少，然后因为我那时候高中学校蛮高分的，就是。那时候学测我是26.7哦，上这所的，对，然后涵涵就说哈，怎么那么高，你好厉害，我说谢谢，他那时候还是要问我怎么读书的，所以他去暑修，那暑修那个不用在意，那个每个人都会去上暑修啦，那没差，这是啥？哦，这是考试是不是？请鬼开药单什么意思？前面全部空白，这就是我厉害的地方，所以我才一直被念啊。就老师就刷鱼哦，刷鱼缸那个也蛮厉害的，我竟然知道你讲刷鱼缸是谁，他真的蛮厉害的。没有标是没有考，没有啊，有考啊，只是没标而已。给你看了、啊、那个，没有，自然有标啦，自然是后标7级，数学就真的没标啊，数学我2级啊，底标是4级，可是我2级，所以就没有标。我找一下，好像真的没有什么。不在这，不是在这，这是我的奖状们，奖杯好像都被丢掉了，我的奖杯被我妈丢掉了，搬家的时候全部都不见了，不然我奖杯也是挺多的，我找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在这，叮叮当，这啥？
奥林匹亚精英杯，国小二年级组，优等，给你们看。台湾区，台湾区精英杯优等，国小二年级，长这样，嗨，选择题上来就交卷了，没有计算题还是有瞎写一下。哎，可是跟你讲，我那时候我模拟考连底标都没有，但是我学测有到后标，哎，就底标再上来是后标，我竟然有到后标，哎，不觉得厉害吗？好，来，我再去翻找一下，等我一下，我要去找我的模拟考成绩出来。这是什么？哎呦呀，我来找一下。好想吃红豆饼哦。关键时刻特别厉害。就是我，大家都用一个不可思议的眼光看着我，我想说干嘛，我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这样。但是我认真的学测一题真的都不会写。这是什么？哦，这是视力检查表，好哦。第一次期中考通知单，不是这个那种。嗯，哦，这是大学的假单。快跟我们一起勇往直前。这我是不是拿起来看过？咦。这是什么？哦，哎，大学的奖状，哎，啊，还有我毕业证书。给你们看我毕业证书，我觉得挺美的。你看我的毕业证书，我觉得很美，哎，不觉得吗？超美的。再给你们看一次。很美啊，有没有？这是啥？哦，招生委员会。嗯，还有什么？还不错，对啊，我也觉得还不错。哎，好美嘞！奇怪。有啊，怎么会不见呢？新北市，哦，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好。我刚刚想到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也是奖状。为什么奖状有些放在外面，有些放在里面？什么意思？哎，好多哦，好多哦，好多奖状哦！哦，又是奖状哦！这边怎么那么多奖状？全部都是奖状哎，满满的哎，满满的。什么意思？这是什么？国中教会考模拟测验，国中的模拟测验。来啦，我国中是真的成绩好啦，跟你们讲一下。班人数45，我班排5。校人数713，我校排51。区人数3544，我区排137。区女生人数1910，我区女排名67。不同感情型，因为是黑发，那时候是高二拍的。五官从小没什么，那时候是高二。这个好多，这是我国中的时候，我看一下几年，103年2月18号。103年2月18号。对，区人数，国文 A 加加，英文 A 加加，数学 A， 社会 A， 自然 A 加加。
总分30分，哎，这很高哎，这是怎样？30分是可以上那个的，前三志愿的，前三是哪前三？北一女、附中、中山，嗯，可以上这三间，应该可以上到中山，因为北一女可能要34以上，33、34，我们那个年代，然后附中应该是32、33，差不多。所以中山应该是30、31左右，所以我可以上中山女高那个年代。天哪，怎么那么高，怎么那么好？好哦，突然挖到这个东西。那这个是什么？104年哦，2015年9月8号。这个是第一次模拟会考测验，这成绩需要抽签，抽什么签？没有，那成绩上不了啊。那成北女是33以上，我印象中是33以上。我看一下，这是什么？A 加加，啊，我英文怎么考到 A 加加？这个我有点看不懂，这有点太麻烦了，这有点多。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这个这是校内模拟考。我英文。加权分数100，太高了吧？这是什么？这是国中的时候，我翻到国中的。翻成国中的了，那我高中到底去哪？奇怪，高中不见了。我高中不见了，国中的时候疯狂是不是？因为国中的时候大家可能就都还不太会，不太会努力读书，所以就这样。不行，我要找高中，我高中到底去哪了？高中直接不见了。哎，跟你们说一件事情，我的暖气到现在还是16度，难怪我现在开始流鼻水，好冷哦。我没有啊，奇怪了。这个吗？哎，我高中用的资料夹怎么有点多？对啊，还是16度哎，不知道。全民英检自传，这是啥？砖头的广告。这个嘞，这是什么？哦，这是那个啦，学测成绩单。嗯，对啊，可是我要找模拟考，不是要找真正的。应该开成送风，没有，它是那种一台的，就是一台那种。对，不比努力只比智力的话，我没有输，我就是缺了那个努力。自己都知道，但是完全不想动的。给你们看我的多益，考到睡着的那一张。嗯，这是我考到睡着的多益。唉，真的不该睡觉的，烦死了。而且考，因为考一次1000多块很贵，所以我就不想再考第二次，就害我大学英文不能免修，就觉得很烦。对，我就缺那个努力。谢谢黑流星送的文手礼。
对啊，1600超贵，照片很有气质的，我也觉得。我很喜欢这张照片，我觉得好好看，而且是那种传统的来我们学校拍的，就是我们学校统一拍的，不过通常都会拍很丑，结果我拍起来超好看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很好看，然后我就很喜欢。听力355，阅读380，我在听力的时候睡着。这是高中的时候。对，我听到睡着，我到后面越听越想睡，然后想说完蛋了，我醒来，我想说天哪，他在第几题了？结果中间一大段全部都没有听到，然后觉得完蛋，我真的超浪费钱的。这又是什么？小论文比赛，甲等，好。还有什么？这啥啊？哦，这是国中的。这个嘞，英语听力测验 ，A 就是满级的啦。我只错一题，我错了一题。对啊，因为他都没有什么语调，就是这样。惊醒的时候在想着，我就想说完蛋了，我浪费钱了。没有，找不到了，可能都被我不知道塞去哪。好吧，我只找到一张，不知道被我丢去哪，讨厌。我刚刚那个好好笑，妈妈说我花了1000，有啊，因为我考坏，我就觉得我考很差，然后就跟我妈说，哎呦，我刚刚不小心睡着了，然后什么，然后735分，然后我妈就说，那你再去考一次，我说不要，好累哦。我不要，我好累哦，这样。语调很助眠，从高中开始就坏掉。我英文还好。好了，大家还是要认真读书。有学生在看这个直播的吗？还是要认真读书，真的不要学我。开始那个认真教育一下，再去睡，花1600去睡觉这样不行，我再多读点书，然后精神很好的时候再去考一次这样。你是学生，对，还是要认真读书哦，要认真读书，知道吗？要认真读书，不要学我。要认真读书，聪明的认真读书可能就上国立大学了，对不对？我就是不认真读书。像很高送的比心，老大出社会多年不，突然呼吁学生好好读书，对，要好好读书，好，真的要好好读书。好好读书啊，这真是有教育意义的频道。是我不喜欢输的感觉，然后我也不喜欢输的感觉啊。双关吗？对啊，要好好读书。谢阳光送掌声鼓励，就是读书绝对不会吃亏啦。对，读书绝对不会吃亏。活生生的负面教材。不会被我带跑，是。对，就是。
书不会背叛自己，所以读点书绝对不会吃亏。但是我个人是秉持着就是边玩边读的心态啦，所以就是开心就好，开心就好，每天被作业追着跑，辛苦了辛苦了，被读书的人占了吧。对，读书书是不会背叛你们的。咦呀，我是见到数学真的不行，而且我看到最近那个大二的同学们还在算什么功率哦，那是什么？我想说完蛋了，我明明考的是文组，怎么会有算功率的问题？奇怪，我明明大学选的是文组，怎么会有这种问题？所以我是不是被骗进了一个奇怪的科系？咦呀，那不是真的是不行呢。哎呦呀，可能不会有那一天有运的写真书，可能不会有那一天。借功课抄，我都抄别人的。我们会分配，你写几页，我写几页什么的，然后去学校在一起。高中的时候，国中小学都是我自己写完的。现在高中有笔芯，然后高中就开始混，所以要不然就是根本没有写作业。高中就是那种啊，发空白考卷回家，你自己要写就写，反正明天来对答案，老师不会收。老师就直接点答案，然后他有没有写的就在那边开始抄答案。有啦，我小时候是，我高中的时候是，他点答案的时候会写在一个便条纸上面，然后等到我有空，我想写那张考卷的时候，我再自己写，然后自己写完之后再自己对答案。我高中是这样，然后通常那个写考卷的时间都是累积到那个学测前一个月才开始在那边写考卷。然后因为老师发现了这个，就是你写几页我写几页这个 bug， 所以他从此之后就没有再出过作业了，他都是直接发考卷叫我们写，但是也发现没有几个人会写，所以他就不管我们，他们就是，对啊，就是我刚刚讲的，今天发考卷，明天对答案啊，对完他也不会说，他也不管你，就是这样子。太会呛到，我就对我就是，对啊，好像高中没什么作业，印象中，好像真的没什么作业，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我印象中高中就真的没什么作业，嗯，对，高中没有作业，就只是你要自主学习。这样，所以我才哦，原来是公立高中嘛，公立高中没什么作业，可能私立就很多很多。然后就是你要自主学习，自己负责好自己的功课，这样，所以我才会变成那样。当没有人逼我，我就变成那样。国中是因为我是私立学校啊，所以就是时间都留在学校，逼你晚自习这样。然后晚自习，但是我也没有在晚自习啊，为什么会这样？嗯。你们现在是对
你们现在有学习历程对不对？我记得是我的下下届有开始有学习历程，加油。我还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学习历程是要做不做随便你的那种，所以大学不会看，就是高中自己在看而已。所以那时候我们好像是学校要抽查，他要随便抽几个人学习历程，所以整班都要交。然后我那时候就花了一节课的时间把我学习历程塞一塞，结果塞成一支嘉奖，超好笑。我那时候他就说我学习历程做得很好，然后学校抽查到我的，然后觉得我做得很好，所以就给我一支嘉奖，超好笑。我想说蛤，我吗？他说老师说对，有你。我说我这样看老师，然后老师就这样，你真的是运气很好哎。我说哇，太开心了，因为老师也知道我是一堂课时间在那边塞到一支嘉奖。对，是乱做的。我就是拿那个便条纸啊，写国文，然后贴上去，然后里面全部都塞国文考卷，然后翻一面写数学，然后再全部塞进去，然后再翻一面写英文，然后再塞，就很乱做，随便做。但是因为我考卷都有留着，有些人现在考卷都丢了，所以东西很少。我现在考卷都有留着，所以看起来东西很多，看起来很用心。我就拿到一支嘉奖，很开心哎。你有没编贴吗？没有，我就随便做一张封面，写学习历程，然后班级座号姓名，就这样，用荧光笔随便画了几个框，就这样，然后里面就国文、数学、英文，这样，然后。因为考卷我真的都没有丢，所以我就按照单元啊，一到二课啊，二到三课啊，这样塞，然后就很厚一本，那一本真的挺厚的，就真的很厚一本，然后就交出去，就拿到一支嘉奖，所以把考卷留着，因为就怕抽查，那时候学校有抽查，所以我都会留着，就怕抽到我这样子。所以就有这个习惯，所以就都留着，留得很好，然后就赚到一支嘉奖。留考卷整个书包着，对啊，考卷会留着。我那时候考卷都，我还记得我会放到椅栏，抽屉的就椅栏那边，所以我椅栏很乱，都是纸。我只要抽屉不乱就好了，椅栏我看不到，所以没差。帮班上清洁，哦，表现有点怕老师，对啊，怕老师吐，我差点跌倒，怕老师突击检查，没错。错的，我还是觉得高中好开心哦，不想读大学。高中很开心哎，大学好累哦。拜拜黑流星。差点往前扑。国中课本，我现在好像应该都丢了，我现在看到我的大学课本放在那边，就这样放在那边不动。嗯，还有这边。对啊，大学我真的看自己了，唉，嗯 ，no， 暖气16度，他还在16度，而且高中玩的比人家大学玩的还要凶，这样，所以大学就觉得有种回到监狱的感觉，为何啊？因为高中玩的太开心了，我猜是这样，因为大家都说到大学就自由了。可是我觉得没有啊，到大学反而课业压力变重。唉，
而且是真的看不懂，认真看不懂那种。还是我这次回去我就认真的读书，没有就做不到，可能就心这样想想，但是都没有做这样。大学压力变重，肯定有什么误会，真的吗？上好的柔君拜拜，加油，加油！大学选课相对自由，可是大学比较难呢，我真的觉得比较难，我觉得真的不自由，大学真的不自由。高中玩太凶了，高中我把高中当大学在念。大学是真枪实弹，必修很多。对啊，真的很多蛮难的，还是不要说做不到。你是真的想一定要回去的啊？顶多在一年，可是我一定要回去了。又是谁？晚安，玉昌晚安。大学压力没变动，那一年，我大学比高中还要难。这是一定的，课业一定比较难。可是真的是。把高中当监狱在念，我觉得我高中玩的太自由了，大学变监狱了，真的是。换期中期末，对，我那时候期中的时候好像就，期中还好，期末，哎，我期末考是干嘛？我忘记了，我期末考我直接懒得去考。我真的是，因为我想说就不会过啊，我干嘛去考？然后就不去考。然后刚好那时候有工作，我就直接跟姐姐说，没关系，我去工作。她说你不是有期末考，算了。我直接跟姐姐说算了，我不考了。这么潇洒，对。我那时候就想说，反正我也不会过，就算了吧，因为那科特别难。然后，对，那科就是特别难，我就懒得考，就不想考，就觉得去考了70%也是被当，那干嘛去考？我就直接算了，我就去工作了，我就接了。提前延毕哦！我之前去算命，他说我可能大学会读6年，可能把普通大学当医学院在念这样。退学大有算吗？没有，反因为那是必修，所以还是要修啊。下学期还是要修，所以就没有。可是下学期我念一念就退学，就休学了，所以就没差。我现在回去还是要修，我只知道我很得意的是，我上学期的实验课，我超高分的。实验就是那个烧东西的那个课，超高分的。因为我期中考好像全对，还是什么的。上面怎么算？而且因为考古题真的很棒，所以我那时候那叫什么实习课，然后是。实验课烧布，就是烧布，看纤维，看材质，然后全对，两块布吧，然后用抽签的，然后两块布，然后我真的全对，我连那个化学什么怎样怎样怎样什么什么过程都全对，我觉得我是天才，超开心，我真的超开心的，然后我的笔试因为有考古题，然后那个。跟考古题基本上80%是一样东西，所以我也写得很快乐，所以我真的很快乐。有，因为实验那个一次没去就被挡，就不能参加考试，所以我都有去，早八，好累哦，我都有去，因为一次没去就被挡掉，所以不行，所以就都要去。对，烧布，
好，对啊 ，combo 题真的很棒，有成果就会觉得，对。可是这只是其中一环，啊，那个这是实验课程，但是他的学科课程那个真是难到你完全看不懂他题目到底在写什么。跟你讲，我去参加那个期中考哦，然后一打开，我想说，哇哦，这个题目是课本里面有出现过的吗？好像没有哎，那我到底要写什么？所以我到底要写什么？我是要写英文吗？可是英文我又不知道他要写什么东西，因为都专有名词。他说嗯，然后先把选择题猜一猜，啊，选择题猜完之后来看一下这英文到底要怎么办，然后就觉得课本上完全没有出现过的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这样，上工作有，所以我那时候我录滴滴的时候，那时候下学期我录滴滴的时候就先跟老师说，老师我这个时候。可能都需要补课，这样我就先跟他讲，然后结果他竟然，他一开始跟我说好，然后结果有一次就是碰到了第一次的录影，然后我就先礼拜二去补课，然后因为课是礼拜四，然后礼拜四我录，然后礼拜二先去补课，然后后来礼拜四上课的时候，我同学就说，那就说你有来补课吗？我说有啊，我礼拜二就去补课，然后他就说。可是老师说你没有哎、欸，然后说啊，老师说我没有，他说对啊，然后他后来找半天说有啦，就找到了，可是因为后来就还是没办法，后来就影响到太多那个学校太多课程，所以我就直接休学这样。对，这个有说过，就是他，就同一堂课就是他。因为可能老师年纪也大了，然后就不太记得这样。对，他就是不太记得。等那段时间真的是，先去吃晚餐。好的，拜拜。我也差不多了，先念个排行榜。他还在跑，哦有了，第十名是花生什么树，第九名是晴乎，第八名是柠檬，第七名是杨公公，第六名是阿米，第五名是田中豆粒王，第四名是黑流星，第三名是志宏，第二名是千纳咖喱，第一名是君，谢谢你们，耶，谢谢。谢谢你们，今年也差不多会加，什么意思？不会吧？我不知道，我在考虑要不要回去，应该是会回去，不过好烦哦。我觉得我会被我妈逼着回去上课。好烦。好的，大家下礼拜见。其实还有15秒，没事，拜拜，下礼拜见大家。大学快毕业，对啊，大学就是基础学，所以一定要上，一定要修，一定要拿到这个学历。讨厌哦，拜拜，下礼拜见。